抱也抱了，亲也亲了，那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呢？记载只属于我们的美。这样我怎么给我？嗯？我脱单了。小千，说什么？瑞瑞，白白，叔叔，甜甜的恋爱终于轮到我了，我也可以给别人撒狗粮了。少君，早些休息，做个好梦，晚安。少君，我实在聊不下去就别聊了，都挺困的。看你又困了。少君，晚安。谁谁？我。还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跳窗进来。白姬跟子睿都不知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晚上怕你饿着，路过厨房，你拿来点吃的，好吃吗？那我走了。你喜欢睡床上还是睡地上？地上，有地上什么事儿？这么快就要一起睡了？不行啊，地上太硬了。放心，今晚我绝对不会冒犯你的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圆房太仓促，我会等你的。那你愿意等多久啊？等到你主动说可以。我主动说？这事还得我先说。干嘛？熄个灯。我是不是可以抱着你了？我是不是可以？人家还说你够了。乖，不要乱动。睡觉。